油烟、废水、油泥是使用传统乳化型矿物性切削液加工所要面临的三大挑战，同时也伴随着成本增加、品质下降、员工健康与环境等等问题。一、油烟，隐形的健康杀手。油烟问题经常在 CNC 加工中被忽视。当传统切削液在高温运行中失效时，会释放出大量有害的油烟，不仅污染工厂的空气质量，员工若长期暴露在这些油烟中，会增加呼吸系统疾病的风险，甚至导致慢性病的发生。二、废水，环保的巨大挑战。传统切削液含有大量乳化剂，长期使用会与滑道油、液压油等混合，导致油水分离和酸化，最终这些液体会腐败失效，需要频繁更换，每次更换都会产生大量废水，不仅增加处理成本，还对环境造成不可忽视的负担。三、油泥，机台的隐形破坏者。油泥是切削液裂化后的产物，这些沉积物不仅沉淀在水槽底部成为细菌的温床，还会堵塞管道，降低切削液的冷却和清洁性能，也是导致油品快速酸败的元凶。油泥的清理过程费时费力，还会缩短机台使用寿命，若不定期清理油泥，锈蚀会增加水槽维修频率，还会影响机台运行效率，导致加工不稳定。面对日益增长的健康与环保挑战时，每颗 MCMG2 植物性高效切削液正是您所需要的突破性技术。这款产品不仅环保高效，还多次荣获台湾精品奖和创新研究奖。经过严格验证，它能有效解决 CNC 加工中面临的三大问题。一、降低油烟，植物性配方能显著减少加工中油烟的产生，改善工作环境，保障员工健康。二、减少废水，切削液的使用寿命长达5-10年，大大降低了更换频率，减少废水的排放，帮您从源头解决环保压力。三、杜绝油泥，它不容易和滑道油、液压油混合，有效避免油泥的生成，减少机台维修次数，提升加工效率。除了上述的优势外，数据显示，每颗 MCMG2 植物性高效切削液能提升刀具寿命 20% 至 100%， 显著减少油品消耗。这意味着企业在提升加工质量的同时，还能有效降低成本。这样的创新解决方案将帮助您在环保与效益之间取得理想的平衡，并顺应当前的发展趋势。这不仅仅是一次产品更新，更是企业面向未来的转型。选择每颗，与我们一同走向更绿色、更智能的加工时代。I make the impossible possible. MCM Super.